第二位，这跟你们能不能拿到门票有关系了。菊玉老师，有请。还有杨坤坤哥，第二位，这跟你们能不能拿到门票有关系了。菊玉老师，有请。还有杨坤坤哥，那接下来我们下一个要请到的就是逃跑计各位，这个就是我们2019歌手的首发阵容了。